海鲜大餐是我们华人的最爱。最近呢，我们的美食俱乐部在 Union City 发现了这一家 Cajun 风味的海鲜餐厅，叫 Backyard Bayou。我们一起赶快进去打探一下吧。一听到 Bayou， 熟悉美国地理的朋友一定会联想到位于 Louisiana 州的 Mississippi 河口地带。没错， Louisiana 州的昵称之一呢，就是 Bayou State， 而著名的 Cajun food 卡珍风味就起源于 Louisiana 州。Although it's a Cajun restaurant, we 虽然这是卡珍餐厅，但我们采用了很多亚洲香料，像是柠檬草、姜、大蒜。我们也使用泰国辣椒等等，这就是我们独特的风味。如果吃过 Cajun 食物的朋友都知道，这一边的手套超级质量好的，这样子呢，食物的味道呢就不会沾到手里面去。好了，我想要吃。来自越南的老板在传统的卡珍风味中融入了亚洲元素，也更体贴我们华人的口味。老板精心调配的酱汁是用十几种新鲜的香料和果肉在黄油中腌制熬煮而成，味道芳香而浓郁。来听听我们的试吃员的评价吧。这个叫做春卷虾，特别好吃，它是炸的酥酥脆脆的，很像春卷，然后里面是一个虾。我之前从来没有吃过这种烤的青蛙腿，它这个烤的青蛙腿真的是汁多肉又嫩，非常的推荐。我现在吃的这是炸的秋葵，秋葵你有听过炸的吗？你看口感呢，就不会像平常那么黏黏的，然后还挺脆的。我们中国人叫这叫花蛤嘛，然后这个 Cajun 的吃法也很好吃。经过我们这一次美食俱乐部的试出活动呢，我们发现这个 Louisiana 风格的 Backyard Bayou 呢，不仅保留了这个传统的 Cajun 风味，还融入了这个亚洲的元素，我们绝对是非常喜爱，那也推荐给大家，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不过他们家晚餐的时候人气很旺，通常都要排队，如果你不想等太久的话呢，一定要早点来哦，或者趁午餐的时间来享用一番吧。